量劫前，观世音菩萨普度众生无数。这一日，菩萨用慧眼观察六道，发现人间正饱受战乱之苦，决心下凡超度。此时正值北宋末年，宋金两国交战不断，北宋的军队落败，一批批伤兵从战场上撤下，集中安置在这座观音庙中。这些伤兵太可怜了，我们救救他们吧。我们自己都管不了，哪里还能管别人？这些伤兵同样有父母妻儿，将心比心，我们难道不应该救助他们吗？众人都很无奈。这时菩萨化身一位中年妇女来到这座观音庙。阿婆说的对，我学过医术，我愿意加入救治伤兵。有道理，那我们一起救治他们吧。有人带头，众百姓也纷纷加入，在观音庙救治伤兵。战争越打越激烈，伤兵也越来越多，阿婆与菩萨日以继夜地救治伤兵。这天傍晚，又来了一批伤兵。菩萨见阿婆提着灯笼，对每个伤兵都细细查看，好像在找人。阿婆，你在找什么？我只是想看看，这些可怜的孩子里面有没有我儿子，他也当了兵，在打仗呢。战火不断，百姓受苦，着实可怜。我只祈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战乱早日结束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伤兵越来越多，治疗的药材越来越少了。阿婆每日早起晚歇，这一夜她实在是撑不住，疲倦地病倒在观世音菩萨像前。半梦半醒间，眼前仿佛亮起一片金光，观世音菩萨出现在面前。你可相信善有善报？我信。你一生行善积德，必有善报。你有什么愿望？我希望战争早日结束，我儿能平安归来，希望庙里的伤兵早日康复，老人、女人和孩子们都能活下去，老百姓能安居乐业。你的愿望会实现的。菩萨说完便消失了。阿婆忽然感觉面前一道金光闪过，她醒了过来，发现中年妇女正在给自己喂药。阿婆忽然觉得自己疾病已除，浑身充满力气。姑娘，你给我喝的什么药竟如此神妙？山上新发现的一片草药呀。我感觉我全好了，难道是刚才梦里的观世音菩萨赐药？多谢观世音菩萨，太好了！你赶紧带我去摘彩榭，给伤兵们喝上，让他们早日伤愈。大家给伤兵们服下了新采的草药，伤兵们全部康复了，士兵和百姓们都开心地手舞足蹈。这药太神奇了。是啊，真神奇，这是神药。突然庙中的观世音像被金光笼罩，大厅之中观世音菩萨显露真身。阿婆见状，知道观世音菩萨显灵，忙跪地参拜。观世音菩萨显灵了，观世音菩萨显灵了，观世音菩萨显灵了。众人见状也纷纷跪拜。善心终有善行，善行终有善果，战火早晚了结，善报迟早会到。愿尔等皆要多存善心，多行善行，方可有大造化。山中药源留给你们，祝你们化解世间伤病苦难。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，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。几天后，宋金之战结束，军队回到城内。娘，我回来了。阿婆的儿子从战场上平安归来，全家欢聚一堂。这里的人们感念观世音菩萨恩德，每日前往观音庙参拜，庙中香火不断。
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就是多罗观音。